台历伙伴们和未来的家人们，大家现在好。您可曾想过，自然界几十亿年演化出的身体，为何会迎来衰老、疾病和死亡呢？整个人类有史以来，科学家们都试图发现衰老的秘密，减少疾病的发生，延长生命的历程。而您又可曾了解，在21世纪的今天，科学家对抗衰老机制的研究呢，已经获得了重大的突破。美商凯利是一家美国生物科技网络营销公司，做的是品牌供应链。公司的价值观呢，是长期主义、平衡共生。公司的品牌理念是抗衰老始于细胞健康。今天的主讲嘉宾王医生是出生于中国东北的中医世家，深造于牛津大学医学院的神经外科主治医生，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过专业论文。王医生不但医学背景深厚，也是大健康领域的经营管理者、领导者。他1999年留学美国，获得统计学硕士学位后呢，开始从事大健康领域的精算咨询工作，是北美高级精算师、北美精算学院成员，并受邀并应邀参加中国精算师学会的线上授课。2018年应邀出席健康保险年度大会，并做主题演讲。王医生2019年离开中国时呢，是慕尼黑再保险公司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的市场开发负责人。今天他分享的主题是凯利五大产品亮点，有请王医生。好，谢谢，谢谢美丽端庄的主持人。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凯利的产品的亮点。我们有主要五个大的产品啊。这个我要特别感谢这个经营团队的这个西路老师，因为这个 PPT 做得特别好。我们首先大家都知道产品呢特别好，然后呢，金老师这个 PPT 做得特别好。我就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吧，我自己对凯利产品的理解吧，然后希望能抛砖引玉，能够对大家有帮助啊。为了大家记忆方便呢，可能我有一些自己一些就理解的一些点吧，就是我们还是从 PPT 开始。那么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抗衰老呢，就是始于细胞的健康。那其实抗衰呢，也就是一个细胞抗衰的一个过程。那怎么进行细胞抗衰呢？我们凯利现在呢有五个非常主要的、非常好的产品，有大家非常熟悉的益生菌啊，有这个脑力健，有这个 PQQ 的清奇片，还有这个 SOD 的 NM 青春逆龄片，这是我们主打产品。另外呢，还有一款比较经济实惠的贝塔 NM 6000。那这里呢，为了大家记忆呢，我就不用数字来表示。那我想这五个数字正好是跟中国的这个中医的五行有些类似的地方，而确实有些点呢也非常类似，所以呢，我想把这个利用五行这个来比喻一下，其实也是帮助大家记忆各个产品的特点。那么为什么说我说这个金木水火土了？大家知道五行。那么从益生菌讲起，因为我觉得这个产品啊，我们的 Aqua SOD 皂蓝益生菌呢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产品。那不管是中医也好啊，还是西医也好啊，对我们的胃肠的肠道的健康呢非常的重视。那中医都讲，那么我们的胃肠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对吧？后天之本。那么还有一句话就是肚腹软如棉，疾病都不缠，就是说我们的肠道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那大家都知道五行里土生金，那么有的时候我们知道金呢，就是像我们矿石一样，是在土中，石头是孕育出来的，就好比我们的吃的食物里边去这个提取我们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呢，我们儒家也有食不厌精啊，我们都想我们现在的食物越来越精细，那么加工步骤也越来越多，甚至有一些很多商场里的加工的半加工的食品啊，又感到越来越方便。那这个方便的同时呢，其实在食物里呢就丧失了很多先天的东西，比如说纤维素。那我们都知道很多这个蔬菜啊、水果啊，为什么在加工食品里边加工完之后纤维素就去除了呢？因为纤维素是最容易腐烂、最容易被细菌这个
就是我们被细菌所消化的一个物成分，也就是说纤维素实际本身不光是细菌，那我们人体里的肠道里的益生菌也是把这种纤维素作为益生元。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说，由于我们的食物的越来越精，所以我们丧失了很多对这个肠道益生菌的一个关爱，所以这个产品的这个我们说这个皂蓝益生菌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款产品，所以我们第一个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脑力健。那我给它比作一个木，因为我是刚才也介绍了，我是神经外科的一个专业以前啊。那我们神经细胞呢，其实它有很多突触，像树枝一样啊，就神经元细胞很长很长。那么它有很多这个突触，那么像木头一样的生长的过程。其实我们人的衰老啊，很多，如果你去除了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现在的这个脑就神经的衰老越来越显著。那很多相对健康的人，他可能心血管都比较好，也没有什么癌症，但是呢他慢慢会走向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老年痴呆，很多神经退行变。所以呢维持一个大脑的营养，对我们的抗衰老不但呢能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包括记忆力啊，包括这个语言能力啊，运动能力啊，而且对我们的身体健康也特别重要。所以我们起的脑力健呢，其实不管是对神经这个系统，对全身的营养作用都是很充分的。那第三个其实是我们公司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那我们叫金木水火土的水。那显然我们其他的几个就营养品啊，都是这个含氟片，只有这个清晰片呢是要放在水里去这个服用的。另外呢，我们讲就是说，本身清晰片呢，其实我们的水就是孕育这个万物的水啊，就是两个氢原子和一个这个氧原子组成的一个分子，所以把它拆开就是氢和氧。那么大家都知道氧气很重要，其实氢气更加重要，以后我们讲它的平衡作用。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其实也是市场上近两年最火的一款产品，那就是 NMN。 那其实这个我们 Calorie 的这个 NMN 呢，其实在市场上非常有特色，而且是非常显实力一个我们也特别全的产品，因为它加了非常珍稀的 SOD， 然后把这个SOD 和 NMN 结合起来。一会儿我们要仔细讲我们的 NMN 的这个生产技术优势和在市场上成分呢各方面优势，这都是我们产品的亮点。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比较经济实惠的一款NMN 产品。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正式的讲这个我们主要的这个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皂蓝益生菌。那我们讲这个肠道健康就等于机体的免疫力啊，我们强调这两点啊，因为今天呢我们想尽量就是能分享一些知识点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本身呢我们都知道益生菌这两年呢越来越被人的重视，甚至呢把很多医学专业，在我上大学的时候20多年前呢，那个时候人体这个说那个器官里面还没有益生菌这个更多的表述。那现在越来越对慢性病的研究，尤其糖尿病的研究和各种这个疾病的研究啊，还有这个神经系统的研究，包括我们的食欲啊，包括我们的兴趣爱好都跟益生菌有关，这个是非常非常独特的啊。因为我们这个益生菌本身它是我们体内的一个不但那个含量多，而且功能非常的全面，跟我们的营养代谢有关，跟我们的情绪有关，跟我们的食欲各方面都有关系啊。那么这益生菌在我们体内，所谓益生菌呢，当然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共存的对身体有益的这些细菌菌群，对吧，这个活性的微生物。首先肠道健康跟益生菌有什么关系？那我们都知道服用益生菌之后能解决我们肠道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排便问题啊，比如说胀气问题啊，包括这个感染问题啊，包括现在我们拉肚子就不再吃什么腐败酸了，不再吃抗生素了，而是呢我们要吃益生菌。而且现在呢对广谱抗生素，对很多抗生素要限制，因为它会破坏我们的肠道的正常的菌群。所以包括我们这个女性健康啊，就是也是益生菌也非常重要，如果过度的清洗的话，破坏了那个菌群环境也是非常不好的。这个我举个例子啊，我们肠道其实你想在我们的肠道啊，其实它的面积是非常大的。那我们讲病从口入，你想任何一种食物你都没法想象，如果牛奶如果你直接注射到血液里，那谁都不能想象，说口服和注射是两回事。那就是说我们口服本身就有屏障作用，它有消化吸收和屏障作用，但是
我们肠道是最直接接触一些异物的，包括食物，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我们口味也比较杂，中国的菜谱也很这个多，食料也很多，就是飞禽走兽啊，各种蔬菜啊。那么这些异类的物质经过肠道的时候，其实呢，就给我们人体造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首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肠道，我们不能想象它是一个水泥地，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草坪，就像我们门口的铺的厚厚的草坪一样，只有是草坪这样的，它才能形成功能。包括肠道也有些长绒毛，确实跟草一样。那么这个草坪的这个草的这个，它本身的这个它的厚度啊，它的完整性啊，对我们肠道对抗外界的一些异物特别重要。没有一个人的肠道是绝对完整的。什么叫绝对完整？就是说它没有一个破损，因为它都有些小量的破损，只不过呢程度不一样。如果你益生菌健康的话，我们肠道健康，它破损比较少，就不太容易受外界异物的影响。这个再举个例子，就是其实我们肠道本身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现在被认为，因为它的免疫细胞也最多，免疫细胞也最多，所以古人讲病从口入呢，是一点不为过的。所以这个病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些有毒物质进入体内，包括一些我们过敏源进入体内。现在发现过敏呢，以前都是呼吸道过敏啊、哮喘呢，其实肠道过敏是这个在美国来说是最常见的过敏，只是中国呢对这方面研究比较少，所以大家没有被提及。但是很多慢性过敏、很多身体不适都跟肠道黏膜不完整有关的。那怎么让它完整呢？我们的益生菌就是让我们的草坪呢更加完整、更加健康。所以我们肠道，大家记住一点，它不是平滑的水泥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厚的一个草坪，就这个概念。那么这里边能够给我们提供免疫力、维持肠道的这个完整性呢，就是这个益生菌。所以呢，我们要想方设法去保护益生菌。那怎么保护益生菌呢？那么我们在肠道益生菌里讲量点之一，首先量要足。我们讲过了，因为以前我们就是人在对抗这个各种外界感染的时候，我们已经就发明了从青霉素开始各种抗生素。那么这抗生素帮助我们战胜外界有毒菌的同时，同时对我们的益生菌也造成伤害。由于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方便，比如说我们有榨汁机呀，包括一些加工食品呢，我们对纤维素的摄入量越来越少，所以益生元就是益生菌要吃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一天能吃70多种蔬菜，但是其实呢，各种蔬菜的纤维素都是不同品种的益生菌的口味，它所喜欢的。那我们一天吃不了那么多蔬菜，那么多种类蔬菜我们是达不到的。那怎么去补充呢？那我们需要这个大量的益生菌，活性的益生菌。所以我们这个产品亮点之一呢，它有30亿个，就一天量30亿个，300亿个 billion 300亿个活性益生菌，就量足够大，这样保证呢，我们小小一条就这个三颗里边就有，而且是有这种三大类的11种活性的益生菌的菌落啊。这个为什么？有什么？因为各个肠道，比如说上消化道是比较偏酸的，比如胃有胃酸，对吧？然后小肠也比较酸，然后下消化道呢比较偏中性和碱一点，所以各种嗜酸性的啊，包括这个双歧杆菌主要是下消化道的，所以都非常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呢要补充要全面，所以质量好的益生菌呢，必须这个有一个是菌落的活性，一个是个数多，而且呢种料全。那么我们还有一个特点呢，也是我们凯爷的特点啊，这个就特别的这个震撼了，可以说，因为整个我们人类随着人类的技术的进步，我们这个地球开发利用越来越多，所以地球显得越来越小。那么现在人类呢，就把就是现在尚没有被人类污染的两极，对吧？两极和这个什么呀？和海底作为一个重要的开发的下一步开发的这个方向，因为这个海底确实是没有被污染，而且是纯天然的。那我们凯利公司它就是在这个大西洋底的一个热泉里边，热泉里边呢，它有一种藻类，有一种藻类从这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个就湿热藻里面提取的 SOD 啊，这个呢非常有幸啊，我就是
因为我家离凯列总部比较近，我就跟林博士有一次非常有幸的有一次，就是他跟我讲了一下我们的 SOD 这个原料的特点。因为本身 SOD 呢，它最开始是动物中提取的比较多，在牛的这个身体的血清啊，牛身体提取的。但后来从英国的疯牛病之后，就是30年前疯牛病之后呢，那我们这个提取的这个源就断了，大家就比较忌讳这个东西，然后呢慢慢就大家用的比较少了。那因为 SOD 本身是大家公认的一个抗氧化非常好的一个东西，那么后来就是从植物中提取不是很稳定，那我们从这个羊底这种湿热藻本身就是在能耐受这么高温度464摄氏度这么高的热泉中存活藻类，所以它的稳定性都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有优势也是非常昂贵的。所以我们这益生菌里加了这种 SOD 之后呢，本身对肠道的抗氧化细胞包全身都是非常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我们在一盒里面有30条嘛，一条里三颗，那么三颗的这个一条里面就含有2000个单位的 SOD， 所以这个本身成本也是很高的啊。另外呢，我们这个全名叫 Aqua SOD， 这个益生菌，那么这个 Aqua 什么意思？就是海蓝嘛，就是它是深海的一种红藻啊，深海的红藻。那本身这种深海的红藻里面不但能提取这个 SOD， 而且它本身呢就是一个天然的没有污染的，能提供很多矿物质。因为这个就是现在大家越来越重视食品饮食健康，不再吃简单的盐，不是碘和不碘的问题，要吃海盐。为什么要吃海盐呢？因为海盐里有各种微量元素和矿物质，甚至有人吃这个喜马拉雅的粉盐都是一个道理啊，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那么这个没有污染的深海的红藻里就有72种微量元素啊，这个也是特别好。另外本身它就有机的藻蓝蛋白，还有就是还有这个蓝藻钙啊，还有维生素这个维生素 K 啊什么的。所以这个讲过那个深海的有机这个藻类是这种蛋白呢，是下一步我们人类要开发的一种没有污染的特别质量好的一种我们人类的这个一个食品的一个来源啊。好，那另外就是我们都大家都知道补充维生素 D3 的重要性啊，我们蓝藻钙同时有 D3， 因为这个 D3 确实是我们现在已经认为它不但是维生素，而且它就类似于这个激素的类的物质，它人体的重要性啊，就是身体整个的生长环境的重要性。那么现在维生素 D3 呢一般跟 K2 一起补充啊，这个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共同的理念啊，非常重要，对我们的钙离的代谢都非常重要，大家都知道。现在哪怕是新冠疫情，我们要注意晒太阳，因为就是要补充D3，然后提高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力和这个强壮能力。当然了，这些我们这个原料需要我们技术的支撑，这有一个专利包埋技术，这里有多讲不多讲啊。这里有一个比较一个分子结构，一个包埋技术，是便于我们的吸收和利用，和也增加我们这个产品的稳定性。好，那今天呢就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益生菌，它的食用呢刚才讲过了，服用起来非常方便，最好的方法就是撕开倒到嘴里面去啊。我一般都是清晨的时候吃，因为你也知道在中医呢是讲这个大肠经是5点到7点，那个时候呢如果你能排便的话是最好最好的，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啊，喝吃点益生菌呢，然后稍微运动一下，然后吐吐气啊，然后这样子的话能做一些肠道的一些腹部的腹式呼吸啊，然后散散步啊，这样呢我们有一个肠道的一个蠕动，如果能这个排便的话是最好的一种这个健身方法啊。这个口味是非常不错的，那个我试过，我们家不管是4岁的小姑娘还是我们家那个15岁的高中生都觉得这个口味还蛮不错，他们挺喜欢。好，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lifespan 啊，翻译成脑力健啊，这个因为确实跟这个大脑细胞的营养有关系啊，大脑细胞营养有关系。那么我觉得神经元的细胞的抗衰老呢是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其实衰老的过程中会发现记忆力减退是一个蛮痛苦的，那么到极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老年痴呆。那其实老年痴呆可能不知道，以为是就是呆傻，其实是记忆的丧失啊，记忆的丧失。那你说连亲人和熟人都不认识了，那这个是很可怕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对于我们进入人生的这个最后阶段的记忆是最美好的啊。当然了，你这个
到这个程度的话，你生活也不能自理了，所以这个是很痛苦的。那现在随着我们的这个寿命的延长啊，那么出现这种老年痴呆的这种发病率越来越高。现在在美国80岁以上的这种不同程度的老年痴呆的发病率已经到了就大概1/3左右，就是当然包括退行性病，还包括这个帕金森呢一类的疾病，所以这个大家非常重视，就是讲那个这也很可怕的。那怎么来提高大脑的这个营养呢？主要是一个是提供能量，所谓提高能量呢，这就是讲我们大脑其实一个它是最这个我们说最重要的也是最金贵的。什么叫最金贵呢？它是血氧供应最充分的最充足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任何一个器官都可以耐受什么，就是说几分钟说10分钟没有氧气，但大脑是不能超过4分钟的，就是它是在我们所有器官里边如果没有氧气情况下存活时间最短的，所以它对能量的需要量非常大。对，能量需要量非常大。另外呢，就是脑部会形成，由于它要代谢，所以要利用葡萄糖，因为大脑是人体像红细胞啊这类器官里边是不能利用这个其他能量，只能利用这个葡萄糖啊，这葡萄糖的，所以当利用大量糖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氧化自由基，所以我们要清除这些自由基。所以我们这款产品里面就围绕着这个特点呢，首先要加入大家都知道就是 NMN 对吧，因为 NMN 也是近几年就是研究最充分的，在这里我们会反复讲到这个成分，我们有3个产品都有这个成分。然后以前我也讲过2年这个 NMN 的课，因为对这个 NMN 也很感兴趣。NMN 本身呢，我们都知道是 NAD 的前体，那么 NAD 呢，就是我们在线粒体里边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酶，我们叫做辅酶一。那什么是辅酶？酶是什么？酶是催化剂，因为人体就是个化工厂，对吧？能量需要这个就酶的催发，那么催化剂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块呢，模块呢就是辅酶，那么它叫辅酶一，就是 number one 最重要的一个辅酶。那么它当然了，这个能量对我们新陈代谢呀、运动啊、细胞能量非常重要，因为其实我们人体在我们看的是静止状态，好像运动只有肌肉，是我们全身的骨骼肌在运动，其实不是的啊。我们人体里面温度最高的器官是肾脏和肝脏，能达到38度左右。为什么它温度那么高呢？它需要能量，因为肾脏不断的排滤这个滤过我们的这个血液里面产生尿。其实我们人体我们有叫原尿，什么叫原尿？就原始的原，我们能产生这个几缸啊，就是大概就是400-500升的这种原尿，就是它不断的滤过，然后当然要再重新被吸收回来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它很累，肝脏也不断的解毒，神经细胞不断的兴奋呢，因为有记忆啊，你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这都需要大量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缺失，那都不能形成我们正常功能，包括我们的免疫功能。那么这里当然还讲更深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 NAD 本身啊，它能激发一些就我们叫 sirtuin。这里特别讲要叫乙酰化酶，但是sirtuin这一类的蛋白，这种蛋白呢对我们那个机体表达也很重要，对我们抗衰老啊、逆龄啊都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讲过了，要大脑是需要能量的，那么这个能量就要集中在线粒体，我们的能量工厂。能量工厂里最重要的这个催化酶就是这个 NAD， 所以呢我们要增加这个 NMN 的量，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讲过一个血脑屏障的概念啊，这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我们在这个血脑，什么叫血脑屏障？因为我们在脑子里边有脑脊液，脑脊液是非常非常轻的，对吧？它也有一些养分，有一些无机盐什么的，所以我们的血液和脑子之间它有一个屏障叫血脑屏障。那么这个屏障里面呢，有一些地址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讲神经元细胞它像一个突触一样，是有很多突触跟神经相交连，有生物电，那么这个突触和突触之间会有一个地址的一个传播。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任何一个动作啊，不管是这个感觉的这个感觉弧，还是这个动作反射弧吧，它都是由几个神经元共存，三个神经元或者两个神经元共同完成的。那么神经是通过什么呢？通过生物电的传导，然后神经和神经之间是靠神经递质的释放。那么这个递质主要是乙酰胆碱这么个成分，所以呢我们这个在这个里面增加乙酰胆碱其实是增加我们这种递质的量啊，因为到了我们年龄的这个增长，我们这个传递信号的地址不足了，所以就作为补充，这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营养脑的一个
成分，这个就是由我们只讲阿尔法 PPC 就甘油磷酸胆碱是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前体物质，我们不能直接补充，通过前体物质然后穿过血脑屏障然后去补充，这跟那个 NMN 和 NAD 的关系是一样的前体物质。那么这里多讲一个什么，就是说为什么现在前一阵说特别可怕，就是说反式脂肪酸 trans fat， 就是很多这个食品规定不能有任何的 trans fat， 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反式脂肪酸呢、因为它不是这个生物界里正常存在，是我们在对这个就植物尤其植物油的加工过程中化学反应产生的这么一个东西啊。那么这种反式脂肪酸呢不被我们识别，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人体这么进化了几百万年不知道这么个东西啊，然后它被当成了一个正常的这个脂肪酸，形成了我们的神经膜，这个膜就是说我们像任何细胞细胞膜，那么对于神经这么长一个神经的细胞里面它也是由这个膜很重要，那么这个膜就实际上我们就生物电的传导都靠这个膜对吧，就有生物电传导。那反式脂肪酸如果镶嵌这个膜的一部分之后它是没有这个作用的，它就像一个它像一个本来是个导体甚至超导体，到这儿它就堵住了对吧，它是一个电阻了，那么这个人体是不知道的，是把它当做一个正常的脂肪酸安在我们膜上，所以是反式脂肪酸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避开什么呢，就避开这种植物油高温油啊，这种要多吃橄榄油啊，就健康油脂，所以反式脂肪酸现在是食品规定是不能有的，但是要特别特别注意啊，很多呢只是含量少于零点几个单位就认为是，但是它不一定是真是 zero， 因为它的 zero 和没小数点对吧，他说我一个 serving 是 zero， 但整体还是有的，所以大家的商标一定要特别关注啊，不能有反式，前面讲了一个反式脂肪酸，但是神经的营养神经递质很重要。那下面呢我们看就亮点三，就是抗氧化成分协同，这个抗氧化什么协同呢，这里还讲了几个很有意思的，因为白藜芦醇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反式没有啥，白藜芦醇反式是正常的，紫檀奇就是第二代的白藜芦醇，这个是抗氧化作用，因为神经细胞也有一个抗氧化也非常重要。七黄素，七黄素呢其实它是一种中药成分，大家都知道黄杨木对吧、啊、黄杨木是其实也可以好的，黄杨木是有中药啊，它是增提出就提出了一种同类的物质，它呢对我们神经安神呐、啊、对这个神经的抗血栓呐、啊、对神经营养都非常，就是在我们中药里用的比较多啊。另外是EGCG 啊，就这种呢其实是它是一种在绿茶里提出来的东西啊，就儿茶酚类的，这呢也是对细胞保护，就细胞抗衰老、主要神经细胞营养大脑非常作用，那我们主要以就这些成分组合起来啊起作用。这里特别脑力健我不说嘛，它不光是对大脑的营养，它其实我们讲过那几种成分不光是大脑营养，而且呢它是帮助我们现在最热门的就是怎么减肥啊，是吧，吃肉不吃米饭就减肥了，它这是老百姓的粗话啊，就通俗讲法，其实呢就是生酮饮食。我们刚才讲过大脑是需要葡萄糖的，那么大脑其实也不光是用葡萄糖，大脑可能说最早就是最高的人可以用 25% 是葡萄糖来作为营养成分， 75% 可以用酮体。那么酮体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呢我们慢慢就大家会就看过很多的东西越来越了解，知道什么呢，酮体是人类其实是动物内最安全的能量提供物质。为什么呢，因为葡萄糖虽然是我们必须依赖它，但是一会儿要讲到它会形成很多氧化自由基，而且糖还能刺激胰岛素的分泌，而胰岛素呢直接就是要细胞把这个脂肪送到细胞里面去，那么胰岛素跟我们的肥胖跟我们的慢性疾病都非常有作用，所以所谓的生酮饮食其实就是让胰岛素休息，不要刺激它对吧，不要刺激它的话，那我们比如说我现在最喜欢的就是晚上不吃饭或者早上不吃饭，尽量呢就16个小时是空腹状态，那么这样的话就不影响，就不刺激胰岛素的产生，那不刺激胰岛素产生就是一种生酮状态，那么这个对细胞营养对大脑健康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重要，所以这个 lifespan 本身对一些喜欢节食的人
喜欢净食的人，喜欢这个，我说这个节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干净的一个节，一个是这个节制的节啊，然后呢都非常非常的有好处，可以辅助它进生酮，维持血酮的水平。因为生酮饮食就是很多做的很精细啊，有尿有没有酮啊，这酮的水平，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是一种可以代替葡萄糖的一个更清洁能源，就有点像我们的汽油和酒精的感觉，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环保标准越来越高，那么在汽油里面一定要添加酒精，对吧？添加酒精，那个就是对空气污染就比较少了。但我们还离不开汽油，我们还离不开葡萄糖，但是呢，我们要尽量的多产生酮体，这样呢，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呢就非常有好处。好，所以说，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水啊，就是我们叫氢气片，那么一定要泡到水里，就有点像我们以前的一个泡冬片一样，把水产生气泡，对吧？那么这个氢气片，首先我们讲是我们公司的，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创新的一个产品啊，最近的一个大亮点。因为氢对人体身体的作用呢是非常非常大啊，这个我现在随着不断认识，因为很多人，很多女士，养生的女士在日本都买过这种电解杯，实际就是产生氢气，但那个量呢比较有限，一会儿我们会讲。那日本呢，因为它是个长寿的一个国家嘛，他们对这个抗衰老啊，对长寿研究的比较多。那么氢气对我们细胞的稳定性、抗氧化性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讲就是可能大家对水分子呢都很熟悉 ，H2O 就是两个氢一个氧。那么过去我们一直说氧多么重要啊，是能量啊，但是氢的是。它起了很好的平衡作用，怎么讲呢？首先呢，它对细胞排毒，这什么毒呢？主要是自由基。那什么是自由基呢？自由基就是一些，我们英文叫 radical 是些就是激进分子，什么意思？就是一些带着负电荷的，主要以羟基为主的这么一些结构，它有很强的破坏性，就它是腐蚀性，因为它这种负电荷会破坏我们的细胞核，破坏我们的细胞器，破坏我们细胞膜，到处破坏。那怎么办呢？那你想？这个有需要有一个谁能把它这个稳定住呢？只有什么靶向，就是专门比如一个羟基，一会儿我们讲什么是羟基，其实羟基就是氢氧基，我们连在一起读氢氧就是羟，那确实它是一个氧和一个氢原子组成的，因为水是两个氢，它只有一个氢，所以它带个负电荷，那怎么综合？当然用氢来综合啊，我们用氢原子把它组合掉，产生一个我们最干净的水，所以它靶向抗氧化作用。另外呢，它可以改善机体代谢。当然了，就是这个有自由基的情况，我们代谢是用阻滞的，是用慢性病的情况，细胞是不恢复的情况，当然能延缓我们脑部的衰老。我当然也提高运动的表现呢、啊，缓解压力啊，包括一些炎性反应、慢性炎性反应。为什么什么久炎鼻癌呀、啊？为什么很多慢性炎症，比如慢性肝炎，最后就变成肝癌了？为什么很多肠道的、食道的慢性炎症变成食道癌了？就是因为长期的慢性反应就会导致细胞的癌变。所以呢，缓解炎症其实是一个慢性的过程。所以呢，我就这个，我就跟这个水就特别的贴切啊，因为本身我们这个氧气可能有点火的意思，它能提高能量。当然了，这个专家这个是佐证，这个录像可能大家很。看过啊，就是我们的国事啊，中南院院这个最近是非常被大家尊重的这个钟南山啊院士，他呢在一篇视频讲到这个氢的作用，甚至我们也以前也听过他课里边关于专门对氢的抗慢性病的一个研究，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而且特别洁净的一个方法啊，特别洁净方法，没有复杂的化学分子，因为那些就是。人为产生的一些化合物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而氢呢，它是最洁净，它本身自然界是最小。以前我们对氢认识不多，好像在火箭推进器里面说啊，这个燃料氢很好，对吧？它的产生高能推进火箭，但其实自然界里的氢含量非常多，比如整个太阳系里面，你就说元素排第一的是谁？它是氢。为什么？因为太阳里面最多的就是氢和氦啊，就是最小的两个元素，所以氢其实含量是非常多的。那么氢的人体有什么作用？我们刚才讲过，它是很多，因为它很小嘛，它可以进入我们体内，而且人体本身也产生了氢，只是我们以前没有研究到，它是扩散速度很快，它分子很小嘛，对吧？穿破吸收膜呀，无处不在啊，它主要是。最独特的是优势在于它可以选择性的靶向抗氧化，
什么叫我刚才讲过了，就是清除羟自由基啊，这个是羟自由基，就是氢氧，它就是在化学式里就是一个 O 一个 H，那么它缺少一个氢原子，所以呢就是带一个负电荷。我认为就是因为这个羟呢本身它具有不稳定性，所以这种自由基呢会到处破坏，那它把它综合掉就起到很好的作用。那这里我举个例子啊，就是说，其实呢，我们这个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啊，地球开始并不是氧气含量这么多的，以前氧气含量很低，所以地球的原始生物都是厌氧菌啊。当然，我们地球开始地基生物都是细菌了，对吧？厌氧菌几十亿年、十几亿年都是厌氧菌，慢慢，因为地球这个雷电啊，然后把水电解了之后，产生很多氢气、氧气，氧气越来越多。然后达到了，甚至比现在还要高，就是30%多。那个时候氧气特别多。那么什么是厌氧菌？厌氧菌是受不了氧气，因为氧气其实对于这些细菌是毒气，对吧？我们以为厌氧菌是很奇怪的这个生物，其实不是，它是我们最原始的生物。那么当产生这种大量氧气的时候，当然有一种细菌，这个细菌叫线粒体，就是我们被我们另一种厌氧菌呢，就产生了共生关系，就是把这种线粒体大量吞噬在体内。因为这种细菌呢，专门利用氧气，这是我们细胞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细胞器啊，就是线粒体。那么这个线粒体也是我们能量，为什么叫能量工厂？其实是我们抓到我们身体内专门给我们提供能量的，产生这种共生关系。但是共生关系也会产生之间对我们细胞衰老啊很重要。它不光是为我们服务，它也为自己服务。当它这个不健康的时候，我们细胞日子也不好过，所以它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现在我们用 NMN 就对抗这一点。那我们回到氢气这一点啊，由于氧气本身它既能提供能量，本身它也有破坏作用。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啊，为了记忆，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细胞内的线粒体当做一个核动力工厂，就是或者叫核电厂啊。它的好处是它效率特别高。对吧？效率特别高，它能产生大量能量。如果没有它，我们就无氧代谢，无氧代谢就产生 ATP 的生物能量的这个能力啊和速率都非常的慢。那么我们有了这个线粒体之后呢，我们这个就是它的利用率就高了。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它会产生大量的核废料，就是自由基。由于氧气，由于葡萄糖产生大量自由基。那么这个时候必须我们由氢气帮我们靶向清除。所以便于大家记忆，就是说氢气为什么这么重要？为什么对慢性疾病它有这么好的作用啊？这里啊，首先第一点，肯定最重要一点就是抗氧化作用啊。氧气为我们提供能量必不可少，但是氧气本身也是双刃剑啊，它会形成一些自由基，让我们身体老化。另外呢，这个抗炎呐、抗毒血症啊，都是在由于在细胞的修复过程中，由于能够。就是我们细胞修复细胞之后能产生的这个作用，抗凋亡作用。对，抗凋亡也是一样。当线粒体功能被破坏，当线粒体寿命减少了，细胞也就凋亡了。这是跟衰老机制之一，就是这种产生氧气的这种。我们说这个可能就也就是说，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当我们的核电厂泄漏了，那么这个核电厂报废了之后，那以后污染周围的环境，细胞也会凋亡。另外，对生物信号啊，对抗过敏呐、代谢呀，这些都是稳定细胞的膜的结构。所以大家也记住，氢呢是在我们体内起着稳定作用的，氧是提供能量，氢是提供稳定的。它俩一结合，就形成了水啊，就形成了水。所以呢，我们就是其实我们人体稳定过程就是我们的氢跟我们的氢氧基，就是羟基结合形成水。当然，羟基是最重要的自由基，还有一些其他的羧基啊，一些自由基也可以跟氢结合。好，由于这个它的这种作用呢，当然就在表象出这个自由基其实对我们的器官就损伤很多了。我们讲过了，人体最忙的是什么呢？肾脏、肝脏，那心脏也很忙啊，心肌也不断的收缩，对吧？那么任何一个心肌细胞不健康，都会造成我们的损伤，包括血管，血管非常重要，对吧？因为本身血管是一个气血通道，它是个血的通道，如果血管堵塞了，本身像
心脏血管堵塞那很要命的，对，心梗了，对吧？那么其他地方血管堵塞，那气血不旺盛，对吧？手脚冰凉，对吧？功能不好，很多针灸啊，就艾灸啊，都是调节气血。为什么呢？就是让血管通畅。那血管怎么通畅呢？血管壁必须健康，因为血管壁呢，它是特别容易受破坏，像这么多这个血流的冲击啊，像河床一样，你怎么样的健康呢？它必须有大量的修复能力。这个你是要清除自由基本身它。大脑我们刚才讲过了，大脑这个它本身耗氧量很大，那当然要产生大量自由基了，长期堆积，那当然是就是产生退行性的病变，所以在抗衰老里很重要，还有关节啊，所以这些重要的器官里边，自由基的清除都特别重要，尤其是像心脏和大脑这种细胞不能够怎么样再生的，就是大脑细胞你衰老，你凋亡了一个就少一个，它不能再生。心肌细胞也是，对，如果大面积的大片成片死亡，那就坏了，对吧？那就出现了，就出现比如说脑梗啊、心梗啊，都是大片的这种细胞死亡，那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所以氢气对我们稳定特别重要。那么在技术层面上，为什么这个人们认识到了，但是从技术水平上一直没有做得很好，比如电解水那个杯，但是那个有没有作用呢？有，但是呢从技术层面还不过硬。那么氢气它是用在这种高纯度的镁粉来制氢，就是金属可以，这个是一种技术，是一种当然可以选择铝和锌，但最安全是镁，因为现在我们也就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吃海盐里面，就是里面主要是镁。我们人体有一种就是也在补充，专门作为重要的微量元素来补充镁，所以呢，把它来作为产生氢的这个。又安全，而且呢是非常好的一个结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亮点和突破啊。好，那么首先呢，我们讲就是我们的创新主要是在生物科技研发上的创新，就社会在进步了，我们食品呢想越来越原始，因为原始的食品越绿色吧，但我们技术呢越来越创新。那么由于这个我就不讲这些技术了，这些都是一时半会儿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这些技术，但是我参与过我们的工厂啊，这些技术都是非常过硬的，因为本身你也知道，我们公司呢，我们本身的母公司就是一个非常有这个生育度的一个大的一个我们这个营养补充剂的生产厂家。那么这个它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就是当时李嘉诚来美国的时候，他想生产 NR 啊。NMN 呢，但是做多方面的市场调研，最后决定跟那个凯利这家母公司合作的组建呢，而且它的技术能力啊，就是能力有机会大家都来这参观一下，就更加清楚了。这个还有一个，所以我们为什么叫 Alpha Hope， 这是什么意思？还有个 PQQ 氢气片，这名字蛮长的，每个名字都是有意义的。Hope Molecule 就是叫希望因子，这个不是我们起的，这是在生物科学杂志上起的。为什么叫希望因子？它也是心理健康里边非常重要的一个分子结构。所以呢，我们说，它可以激活，就是我们这个氢气跟 PQQ 在一起可以激活这种希望因子。所以是为什么它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它是帮助我们这个线粒体的健康啊？我们刚才讲了，直接综合靶向综合这个自由基是一个作用。另外，它可以协同。这个 PQQ 一起能产生希望因子，所以我们叫 Alpha Hope， 是就这种希望因子啊。然后呢，当然这种协同作用表现在几个方面啊，主要是围绕着线粒体，就我刚才讲过的那个地球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最就是利用氧气最牛的这种细菌，现在我们叫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啊，它长得就像细菌一样。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细胞的细胞体里，就是它带着 DNA 的，对吧？是环状 DNA， 这个环状 DNA 的结构跟细菌就是一模一样，所以它现在基本认定它就是一个细菌，只是被我们的这个原核细胞吞到体内变成真核细胞。因为我们人体这种复杂的结构，只有能量作为支撑。那么以前那种细菌那种单细胞结构，你是厌氧菌那都没关系，但这种复杂的机体需要大量的能量，那线粒体是必不可少的，它是能量来源。就像我们这个烧水是没法，就是作为蒸汽机那很厉害，但是问题开这个高速列车是不行的啊，不行的，肯定是以内燃机啊或者更高的能源才可以。好，那么整个对人体的作用里面在讲，就是当然这些都是就是我们的
我们说只要细胞健康了，那么机体代谢啊、脑部衰老啊，我们对各种慢性疾病啊，包括运动能力、缓解压力啊，对于这个炎性反应啊，这些作用其实是通过我们在反复的使用过程中发现的，对这些的表现，大家都是有一些就是我们说临床啊、半临床啊、实验基础的，所以这个表现，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就是有这些表象的人都可以试一下，它的这种慢性的缓解啊都非常有作用。好，那这个我希望大家能够重点看一下，因为以前我跟国内几个朋友谈氢气的时候，他们都接触过，什么水素杯，我刚才讲过那种电解杯，什么制氢机啊，还有这个，听了还有一些富氢的饮料，在日本也有。那么这个主要是看那我们看制氢的含量啊，就是我们是含量最高的，每升到11，就是这个，现在就是量级上是10倍的关系，而且呢，它这种性价比而且是很高的，非常方便啊，放在水里边跟泡腾片一样，效果也非常好。那么这里当然会有一些技术，比如说我们产生了纳米级的这种小颗粒啊，这样能在水里面能饱和出更多的氢。你想，越大的气泡，它表面越小，那么呢，富含氢的越少，那这也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技术来达到的这个效果啊。最后效果就是我们的产生氢的浓度，这很重要啊。这个浓度能够远远高于。好，这个我们最后讲这一款两款产品都跟 NMN 有关啊，这个叫我们叫火，其实很简单，这个产品太火了啊，这个近2年在整个的抗衰老界，能敢说逆龄的只有这一款产品敢这么说，这是在科学杂志里面说的逆龄，不是我们在这个文学杂志里面说这个冻龄美女啊逆龄说什么，这是科学杂志为什么敢说逆龄呢？因为确实现在也达到了一种逆龄，就是能把人的一个体细胞变成一个干细胞，那当然就回到原点了。这个科学已经实现了，而且获诺贝尔奖了。但是这个东西当然不行了，对吧？因为你搞不好成人就变成一个细胞不行，我们要变成什么逆龄，变成逆到20岁、30岁会保持在这种状态，就逆龄。那么现在就能。目前来说还不断的研究推进，但是这种 NMN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刚才我们也讲到了 NMN 是 NAD 的前提，那么它本身 NMN 也有清除自由基的作用，而且呢，它延缓衰老呢，主要是从低基因的水平去对抗衰老啊，基因的水平，基因的水平就是说它 NMN 可以作用一种这个我们说产生一种，以前我们讲过了，还是基因它不是对于基因的coding 号码，而是对基因的结构啊，对基因的结构，因为我们在染色体需要解构的时候，才能表达的结构过程中需要各种酶，这种酶呢，就是有 NAD 很大的作用。当然了，NMN 跟这个线粒体有关，当然跟细胞能量有关，当然也跟免疫力有关啊。那我们产品什么特点？首先呢，这个市场上 NMN 产品太多了，因为它火嘛。那首先呢，这个我们在医生的本身的，在医生的这个本身，医生开药的时候都有一本字典，那么字典里面叫 PPDR，我们在这个 PPDR 里面，本身在目录里边就有我们的产品，所以是被官方认证认可的啊。因为为什么要认证认可呢？因为首先这我们这个是一个是纯度高啊，含量大，含量大，一般一瓶一般就是市场正常平均是6000 mg，6000毫克，我们能达到这个。它将近2倍啊，1万多。好，那我们再具体看一下啊，为什么官方网站可以调？首先呢是高含量，另外呢它吸收的好啊，第三个呢它呢还是个技术，技术就是我们，就这些技术很重要，因为很多在市场看到用各种各样这个价位的，有十几块钱的，有几百块钱的，几千美，我都说是美元啊。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的生产方式不一样。那么最开始李嘉诚来美国去寻找这个，因为他看到日本这个 NMN 很好，他也找一个能够技术更有技术突破的。日本呢是整个就是一个发酵法，那么就像酿酒一样，过程很繁琐，然后呢，当然这个成本也比较高，比较慢。纯度是不错的，但是太昂贵了，也不太这个不太适合一般人使用。那么后来呢？美国这边逐渐出现了叫生物发酵法，生物发酵法呢速度要快得多，那整个就是它的整体的，而且呢它在技术过硬的情况下呀，它不影响这个整个就它的生物活性都能生产成 beta。为什么我们强的是 beta 那么呢？因为用一般的就是合成的方法或提取方法都可能 alpha 是没有生物
活性是不能利用的。所以如果你看到这个化学合成法的 NM， 不管它纯度多高，它不会写 beta NM 的含量，而且 NM 的含量它可能产生很多，大量60%是 alpha NM， 它是作用是迥异，没有什么作用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可以说猫腻吧。所以呢我们说有了这个技术突破之后呢，所以这个当然李嘉诚是决定在这个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凯利公司的这种公司合作了，这也是因为我们技术归因的一个原因。由于这种科学的方法它大大降低了成本，而且呢纯度啊生物活性都不受影响，所以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优势的原因，它本身的生产厂家的技术的优势。配方当然这个配方本来 NM 就很好的东西了，而我们凯利公司呢又有独有的这种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大西洋底下这种湿热藻的这种这种 SOD 啊，就是它也本身也比较昂贵，而同时起到抗衰老作用，所以呢这两个结合呢是强强联手，所以这个配方是非常独特的，而市场上其实两个都很昂贵，所以我们看着好像我们这个东西不便宜，但其实我们是把两种比较昂贵的东西放在了一起SOD 我们讲过了，它是一种就是世界上已知最强的对抗自由基的物质啊，所以它又可以在基因的水平抗衰老，也就让我们的这个线粒体呢更健康，另外呢还有侵入自由基，所以当然就会对我们的细胞的抗衰啊、能量啊、免疫力啊、代谢啊，当然就表现在神经系统的更健康啊、睡眠的改善，表现这些东西。那最后一个产品我们说这个叫金木水火土啊，最后一个土啊，这个产品一点也不土，只是呢它更亲民一点啊，它的价格更亲民一点，作用呢我们都知道了 NMN， 而且我们生产工艺也知道了，它一样是高纯度的，那么一瓶呢是6000毫克，对，6000毫克的这个这么大的含量，也达到了，也就是我们的价位上我们可以有个比较，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在刚才那个 SOD NMN 是我们公司重要的全球产品里面，它的会员价是这个289元一瓶是会员价，当然我们会赶上打折啊，会有这个我们就打折的时候有优惠，那我们这个杯款就价格是不到一半啊，139，对吧？139，所以呢，这个我们觉得是这个产品就更性价比就非常好啊，性价比就非常好。好，那今天呢，我就跟当然这个公司认证啊，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都是大家。对这个很多长期使用保健品的时候，对于厂家认证啊都是非常看重的，越是正规厂家认证越全面啊。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凯利产品的一个认识啊，就是再补充一句，那个这个西鲁老师这个 PP 做得非常好啊，我也是我希望大家能回去呢好好看一看，我呢通过我的理解呢帮助大家更好的记忆，因为呢就是我们在做营养补充剂的时候呢，我们要多学习，然后呢能够一起跟更多的人去分享，这样呢能够让更多的人健康。好，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啊，有请这个陆新老师。非常感谢王医生今天给我们的精彩而专业的课程。王医生从医学专家的角度啊，全面详细地阐述了凯利五大产品的亮点，使我们明白呢，肠道健康等于机体免疫，益生菌的八大优势，也使我们了解了益生菌呢是一种定制于在人体内可以改变人体某一部位菌群生理的活性微生物，还有脑力健、大脑营养、改善记忆，特别是我们的 PQQ 清气片、细胞排毒、复活焕新。就是专家作证细胞排毒靶向抗氧化，使我们了解呢氢分子是自然界最小最轻的双原子分子，扩散速度快，渗透力强，穿透细胞膜进入细胞质、细胞核和细胞器。还有 SOD NMN 青春逆龄片是补充细胞能量，激活长寿因子，高纯度、高含量、高吸收，科学的生产方式，每一片呢都是精华，每一片都是满满的 SOD。 凯利五大产品的亮点太多，我就不一一复述了。王医生今天的专业讲解啊，令我们对科学抗衰老、科学营养补充的认识呢再一次升华。今天我们在科学的海洋里面呢，我们了解了太多的丰富知识，希望这些丰富知识呢能给大家一份健康的生活理念。再次感谢王医生的精彩阐述，也感谢各位在座的聆听，再见。
谢谢王医生。谢谢，非常感谢。好，谢谢卢鑫老师。